时候该说些什么，不该抵御我介入了你的心窝。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？难道是心伤就不敢对你说？当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该说些什么？不该抵御我介入了你的心窝。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？难道是心伤就不敢对你说？些什么？不该抵御我介入了你的心窝。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？难道是心伤就不敢对你说？当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该说些什么？